还行，有手呢。带的鱼是小啊，不那么大，要了。我今天不趴了。就一两天的事儿，马上就干那啥了。马上就是这两天这降温了，两三天降温就能钓着青鱼了。这不大，带着那个四五斤还能有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来吧。这玩意挺有劲儿的哈，你看，挺精神。这鱼可能还是瘦身的事儿。就是肚子在玩儿，都甩出来了。对，应该是。哎呀，你看这活性挺高啊！你看，最小的这个，我就放了。钓这些现在最小的啊。嗯，但也行啊，什么大小的，能看出口。今天两条了。谁大呢？以前找屁儿的，这刚瘦身了，你看。是的吧？饭盘的是不？这家伙，弄个六七斤哈，就那样，拽上岸了，上岸得了。小猪猪啊，咬去咬的，两天折腾的，这咬去嘴能咬这样啊？对。